那你应该也要用另外一个名字才对啊，青椒姐。现在有我的教。哦，青椒教。对。蓝嘛。哎，我的教是什么？哎呦。Apple mix pineapple. I have a pen. I have an apple. 好笑。走了走了走，哇！今天吃美食，我。门底开，早就知道你快快。先不一样。Sorry. 好了好了，停。最近太台了，你是想被冠上台面的名称吗？我没有。那就对了嘛，那你们一直跳这种很台的东西，等下越跳越台。他想要跳什么？我跟你讲，我最近有发现一个还不错的东西，来，我查给你看。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真的啦，你看。哪里好啊？这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踩啊！不行！我靠！我靠！你要飞去哪里？那再给你看一次。什么意思啊？好，准备啊！哎呦，给你！你邓来哦！好了，我看我们还是先开场好了。我是蓝心雨，我们今天来到我身后的南极场。哇，狗狗哎，啊，被挡住了。今天哇，排夜市了，老板。南极场呢，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夜市。又从小吃到大？对，真的是从小吃到大，三不五十就会来这边吃一下的夜市。好，但我今天跟你讲一下，我们今天规则有变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我觉得我们要多添加一点刺激探险的感觉，所以我们今天虽然是一样吃爆夜市企划，对，但是呢，我找了一个新的玩具，不要青椒，不是青椒，我呢已经在这之前呢，先上网查了一下，南极场有什么好吃的东西，那今天就交给你了，哎，没错，哎，交给我没有错，我查好了，但是选择的权在于这个，这什么？选择也太多了吧，这个就是没有想到这么多，没错，这就是我们新的夜市企划，叫做美食转转吧，这总共有25个、哦、对，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吃什么东西呢，就在这个上面转，它有甜点，也有小的东西，也有正常的东西，那等一下我们转到就直接去找，然后直接去吃。那老师我有个问题，我有两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，如果我选到重复的怎么办？再吃它不会有重复的，它只要选到它就会消掉了，有没有厉害？哦，夸奖我，夸奖我，好棒哦！那第二个问题是，我们要转几次？转几次，依你的肚子量决定，因为我不想要每次都是我死得很惨。OK， 依你跟我的肚子量决定呢，好不好？好。可是我今天有自己想吃的。你又偷吃东西哦！我每次都跟你说晚上要拍片，你不要给我偷吃东西。不是，我今天有一个我想吃的。你想吃什么？先讲。豆浆红茶，我每次来必买的。红茶，我觉得路途上可以先买，买着喝。好，因为我这边比较没有饮料店。好，那我就先去买那一个。哎，没有，我先按，对不对？我们觉得可以先闪。好，来，直接开始。让看看我们25个第一个会是什么。开始哦。好 ，Go。哦，紧张，紧张，紧张了。哦。会不会有不敢吃的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应该是不会。什么？是这样。24，哦，必比登的。无望再记润饼，润你有吃过吗？没有。我看你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吧？对啊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先去吧。Go go go！ 好，我有想吃的哎。我觉得人太多了。这一间蛮好吃的。哦，这一间其实有在里面。对啊。只是你没转到，我们现在先继续前往。啊，你已经 Google 到了吗？有啊。就我想要先去。买红茶，对，红茶 ，OK OK， 豆浆红茶，好，交给你带路了。真的，这个就是我小的时候，然后爸爸跟他同学在聚餐的时候会来的夜市。哦，我靠，好像很多很一样很古早味的东西。因为它有一些什么热炒店啊，什么那些都可以在这边聚，而且人蛮多的。对，希望有韩国的正面。这里啊，哎，在这里啊。你是台湾的台妹。蛇脸，蛇脸蛇。我要买大杯还是小杯？买什么？买大杯的吧。大杯的。对啊，大杯的。花钱啊？就是哦。豆浆红茶。他们的串冰也超好吃的，从小吃到大。OK。
必吃。OK。要不要喝喝看？哦，好，我先喝。他们的豆浆特别浓，很像那个菜市场买豆腐的那种豆浆，对吧？很清爽哎，很好喝，对不对？比我想象中清爽蛮多的。对。而且没有什么负担的感觉。对啊，还不错哎。哎，董推哦，好，你赶快先去找我们第一间啊，我很饿。来，找到了。是这个吧？哦，应该是。哦，它深藏在巷弄内。它就写润饼。没错，我如果跟你的话，又是以前的模式，你一定从头开始就开始一直吃，然后后面根本就没机会吃到。哦，对啊。哇，第一间。哎，香菜绝对不要，嘿，谢谢。我觉得吃一个就会饱了。完蛋了！啊，等一下你再给我转到一个什么肉羹面怎么办？谁受得了？谁管你啊？来，麻烦付钱。Oh, OK。真的是哇塞，有够大份哎！我为了让大家对比一下它有多大份，它可要了命。哇塞，这个很大根哎！哦，很大根，就怎么这么大根？遇到比你快大根的了。我刚好稍微看一下它的营业时间，它每个周一公休，然后营业时间是下午3:30到晚上9:30。可是我觉得应该就是卖完就没了。你有吃过吗？我其实平常很少在吃润饼。哎呀，是不是要靠转转盘才有那种惊喜感？对，可是因为我也很久没有来这边了，所以又有很多就是我原本喜欢吃的，我就又有点想去吃。不行，好啦，这样才能尝试新的美食。好啦，它这个料是 super 多哎，超级多的感觉。哎，而且它是曾经的必比登，曾经的必比登。对，来喽，吃喽，看一下嘴巴多大。哦，巨嘴怪。哎呦，哦，感觉很不错哎。嗯。怎么样？你先吃完再讲，不然很丑。它有一个海苔味，这是我觉得最特别的。它没有加海苔粉哎，然后再来是因为我之前对润饼的印象就是它有一点太湿，就是你吃了它就很容易散掉，然后就湿湿的，然后啪啪的那种。可是它那个湿润度刚刚好，然后有一些肉会很柴嘛，可是他们这家的完全一点都不柴。然后再来是它里面不知道是加了什么东西，有点脆脆的，好香哦。最主要是它那个海苔的香味，哎，我超爱哎。还好有用转的哎。不然又被你带到不知道吃什么东西，又没办法吃到了。好像我带你吃的都很难吃一样。并没有啦，只是偶尔可以尝试新的。但是好，就是它饼皮也好好吃哦。对啊。很 Q 哎，不会是那种很干的那种饼皮，有一些饼皮就是真的很干，我不太喜欢。嗯。而且真的好吃哎，我不太喜欢吃润饼的人，要是我会来买，真的。对啊，还不错，发现一个新的了。好，我们先吃一下，等一下来转第二 round。嗯，你要来转啊？如果。很急是不是？嗯。现在剩下24个，这人超没水准的。是怎样啊？因为一整天一直疯狂命，我叫我不准吃饭。废话，每次拍片都会给我休息吃东西，然后这个时候要来吃你就不吃了。啊，我一天差不多就一餐的量啊。那就对了，那就更不该吃，只吃现在。我就好饿啊！赶快转啊！哦，这有点好玩哎，是不是？期待哎。来呀，来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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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果汁哎。那你不是说没有喝的？我忘记了，所以有哎，要不要去喝？喝哦。可以啊。好，因为我已经有一杯了。好啊。好吃。嗯，还不错。有香菜，更好吃。有青椒，更好吃。那我常常会收到一些私讯。对。你除了小抖M这个名字以外，你知道你有另外一个名字吗？什么？这个名称并不是很好听，那你应该有另外一个名字才对啊，青椒姐。现在有我的叫。哦，青椒叫。不对，蓝嘛。哎，我的叫是什么？到了。这一间我喝过哎，哎，我告诉你，其实这边很多店，他们这一阵子都重新装潢了，重新改他们的扛棒跟他们的装潢。这一间吗？不是啊，这个哦，前面哦，啊，你有喝过吗？有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哎，你今天可以喝，你今天可以喝西瓜汁，哎，你也可以喝冰沙了。你想要喝什么？没有，给你选。石莲花凤梨。给你选。哎，老板，老板，你现在长得蛮好笑的，你的嘴边有一个东西。右边。你要用手，那个舔不到。哎，对，哦，这样好近哦，好美哦。哎呦。Apple
mix pineapple. I have a pen. I have a apple. 好香。很好喝。就是想象得到的水果汁。嗯。OK， 那下一盘呢？我们的第三间。什么东西？哎，小迪同仔米糕是不是门口那一间？我靠！我靠！我靠！好开心哦！被你晒到哎！知道我想吃的。我靠！告诉你，它都已经叫小迪同仔米糕了，所以一定要吃。小迪同仔米糕，小迪又是谁啊？一直问我了，我哪知道？就是要吃同仔米糕。OK OK。你喜欢吃同仔米糕吗？南部的那种嘛，对不对？不对。那不然呢？同仔米糕就是同仔米糕，一块的。南部的那叫台南米糕。哦，是一碗的。对。OK。那你是哪一派的？我都吃吧。你是台南派的还是北部派的？我都吃，但我很少吃。但我先必须告诉你一件事情哦，就是你要吃必须看一下那个队伍。哦，好哦，那赶快过去排吧。对。嗨，我们见面了。有餐哦，陶哥。跟我一样吗？够长吧，158。这应该不用估排多久了，应该很快啦，爸。感觉就很久，没事啦，我们都到此一游了。你靠游还要超派？你要吃到在这边也要派？超派！发抖，一起发抖呀！哎呦，真的，太好了。对。哎呦哎呦，刚直接拍到你眼神发亮了。满啊！好，各位观众，我们点了三个，一个是卤白菜，然后这个红仔米糕，红仔米糕跟苦瓜排骨汤。没有要跟你讲太多话，感觉得出来。我就是要先吃米糕了。哎呦，快叫我们先做。又是这个脸。粒粒分明。哇，它里面是有什么东西？它里面有油葱、香菇，然后一片大肉肉，还有跟卤蛋。还有卤蛋哦。有。哇，很丰富哎。你知道红仔米糕好吃的要件在于它的米的软 Q 度一定要够，然后再来是它的酱超级重要。还有。来吃吃看。它米是不是超 Q？ 哇，好 Q 哎。而且像这种有些米，它中间是硬心的，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？嗯。那种我就没有爱，我喜欢吃这种 Q 的。然后再来是它油葱味很香，超香。南部的口味呢？偏甜。对，甜甜的。这种酱通常都比较偏甜，它有一点像那个甜不辣的那种酱。嗯。对不对？我也想。好好吃哦！哦，享受哎，然后再配一口这个卤白菜。我们来。哎呦！重点是这个辣排骨，排骨绝对不可以柴，就是蒸到很柴那种，就真的很不行。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个肉。哎呦，来吃一口。哦，也有哎，轻松。好计划。哎呦，你那个脸再给我享受一点没关系。好爽，我刚一来我就想吃这间了。它都已经烂烂的。对啊。哇塞。很可以哦。好了，先认真吃了是不是？下一间。啊？下一间。好，先转是不是？都还没吃完就要先转。什么什么什么？阿南麻油鸡，麻油鸡可以，可以哦。哇塞，哎，这个转盘完全不给你53哎，它完全是完全不同痛调的东西，好好玩哦。接下来去吃麻油鸡 ，OK， 我们先吃吧 ，Go。好的，请问我们下一家。还没到，我已经想好我麻油鸡要吃什么了。吃什么？不是麻油鸡吗？我要吃我最爱的麻油腰子。哦，对对对，你北中南的夜市不管到哪都要吃人家腰子哎。对，腰子就是一个很贵但又很好吃的东西。好，到了到了，就这间嘛。对，阿南。阿南麻油鸡，有炒腰子吗？有鸡脯哎，还有鸡脯。没关系，炒腰子就好了。哎，你怎么点到熬汤了？很好的腰子哦。有腰子啊，但你点到汤的。汤的是无所谓。还有，好好大哦。哦，很大，吃蛮多的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以前啊，阿嬷有在说，就是吃
吃腰子啊，就是不能加调味，因为它为了要补身体，所以加太多调味的话就不补。我偏偏最喜欢吃调味的。我跟你讲，这间有个比较级，中立。我们也是喝汤的。等下那个嘴是怎样？汤我已经可以给你讲答案了。哦，好好，大家自己回去中立看，自己看就知道了。腰子呢？腰子呢？怎样？有了？有了吗？怎么样，腰子大师？巨新鲜。它完全可以吃出腰子的那个香气哦，它不是那个没味道的腰子。那这间腰子有在排行榜内吗？有，真的假的？嗯，又挖到一个宝。因为汤头的话，我觉得就不是这样的。哦，但是腰子 OK， 嗯，真的这间很可以。哎，来下一间。水甜点，饭后甜点，水啦！我喜欢吃麻吉，哦哟，都拍啊！为什么你要这样排斥它？我不喜欢吃麻吉呀、啊。说不定很好吃啊。好啦。好，下一间见，各位，拜拜。哦、结果离那个走过来，马上就到了，是这间吗？伸手就到了。这间吗？古早味麻吉。哦，水哦。对，就是这间。哇，这个看起来厉害。排队。排队哦，这间有卖非常多种口味，但是呢，我的老板。他说要吃这个，哦，这个，它可以综合。好了，你就吃草莓就好了啦。它还可以水果加传统口味，这样总共是十颗。十颗哎，你要吃不完。我吃不完。对啊，算了啦，草莓四颗就好了。好。还好，我终于说服他了。哦。很厉害耶，坚持手工捏，然后一颗一颗的，好吃的东西总是特别值得等待。你也会啊，捏泥巴，捏泥巴。捏泥巴哇，很爽哦！我先跟大家说，我平常不喜欢吃草，不喜欢吃麻吉。欸、哇，哎、欸，超大颗的！哎、欸，它是草莓红豆哎，这个是台版大福了，啊、真的哎。哇、哦！你看这样子弄它的那个麻吉啊，你看，它都会讲话啊！你太给我吃，好 Q 弹的哎！啊，不！你再不吃，我要大叫你的名字哦。是草莓。哦，好。它这是进口草莓。哇，一口塞。哦，有，怎么样？好香哦。好吃吗？好吃吗？你可以接受吗？哎，有点喜欢哎，哎，它这个麻吉不粘牙哎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赶快把那口吃下去啊，我要吃啊。超好吃。它的麻吉很屌哎。我不知道是你们为什么不喜欢吃麻吉，因为我们就咬不断，然后我就给在那边，然后不上不下。这个直接融化。它这一咬就断，然后重点是它这个麻吉还有一点微温。哇，好好吃哦。它好像刚倒出来的麻吉一样。哦。然后再来是它的红豆。一点都不甜哎、欸，对，我超不喜欢吃甜的红豆、嗯，因为我觉得很甜，我就不喜欢。然后草莓会爆汁。然后它的草莓，我刚刚在犹豫要吃草莓还是葡萄的原因，是因为我怕现在的草莓不够甜。嗯，但是它进口的，超甜，超香，它整个 mix 在一起大推。这个要我现在再买一份，我还是可以吃，很可以耶，马上吃完胃我会放很久，超好吃哎。对，就要吃葡萄的。你认真？我可以哦。你要吃吗？我是不想吃，有一点。真的还要吃吗？要不然我再买一个葡萄。那我们再买一家，再来开箱。哇塞哇塞，老板，这是什么葡萄？这明明就看起来很好吃。刚刚竟然有个人告诉我说，这长得像绿色的鸡粉。你不觉得很大颗很像吗？哎、欸，超大颗的哎，给大家看一下到底有多大颗。
真的很大顆。而且我这个做过指甲的哦，还比我这个指甲还大颗哎。结果你看那个老板刚刚还在买之前那边夸下海口说，我就不好吃我就不会吃了，然后现在给人家买第二盒。因为它马蹄实在太好吃了，而且它真的不粘牙，然后再来是它不会让我有那种噎到的感觉，我觉得很棒，超级棒，霹雳无敌棒！你先吃好不好？特别拿了一颗最大颗，大颗绿七佛。你在下面来报警哦。对。嗯。怎样？这是一个有口感的马蹄。啊，太渴了。你现在长得很像仓鼠，你不要塞一颗到左边去。太大口！以正常马蹄来说，这么大一颗，我绝对噎到，而且我绝对吐出来，因为我会怕那个感觉，小时候被噎过，所以我很怕那个感觉。我刚刚这样吃下去，我没有被噎到的感觉，超甜。对啊，好吃啊！它的口感是脆脆，因为刚刚草莓，它的是软软的，然后香气很足够，然后这个是甜甜的，然后再加上它的口感是脆脆的，好，学乖了，咬一半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哇塞，这个葡萄真的很大颗。我要跟一起吸火力，好，这只挖挖挖可以。那你确定你这样跟阿贝讲台语，他听得懂？谢谢阿贝。OK。我们来跟阿贝买植物。听说这个阿贝很辛苦，之前是他老婆出来摆摊，但他现在老婆没有办法出来摆摊，所以。就是大家都在网络上看到他的资讯，所以大家其实蛮踊跃的来帮他买。然后花还算多，还算蛮漂亮的。超便宜的，重点是像一盆才50块，其实很佛心。而且阿伯会告诉你说，像我买的这个，阿伯就说不要天天浇花，嗯，不然会死掉。他还跟你讲国语，他知道你台语听不懂。好啦，今天影片到了最后，我必须讲一下，我觉得这边我没有拍完。当然啦，今天才吃了4个还5个而已啊。我们今天差不多吃了5样东西吧。对啊，还有20样，下次再战。下次还可以再来吃。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轮盘还蛮不错的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夸奖我，夸奖我。小短片有进步。夸奖我。比那个更大根。厉害吧？而且剩下的东西留着，我们还可以再来，下次再玩。对啊。我觉得还挺棒的哦，所以各位，如果你们想推荐什么夜市什么东西，你别就直接列一排清单在下面。我的按摩选到就是看轮盘喽。来，你今天排行，就选一个啊。最喜欢？我想一下哦。我先选。好。我会选润饼。我在挣扎，我应该会选麻吉。哦，我刚刚也是这两个在选。对，我也是这两个在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佑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一佩。三立严选，熊猫帅。三立严选最划算，记得来看我双十一，一定要锁定三立严选。